嘉义通往阿里山台十八公路最近有一个非常受到恋人欢迎的私房景点，因为它有一个很浪漫的名字，叫做十八号爱情思路。现在这里已经变成了嘉义最夯的婚纱拍摄景点。七夕情人节即将来临，带着另外一半去哪玩最适合？嘉义通往阿里山的台十八公路最近多了许多关于爱的装置艺术，也成了不少新人最近超夯的拍摄景点。这些装置因素很浪漫啊，然后就是还有搭配这绿油油的草地，就是让我们觉得就是拍婚纱的时候就感觉很轻松。如果想求婚，那就来 marry me， 大胆说爱你，等待对方 say yes I do， 或是想告白，这里的装置艺术绝对应景，或是情侣单纯想外出散心，这里通通很适合。个象征爱的景点，很适合啊情侣新人来这边取景拍照。还有这个新型花廊，陪着家人朋友或爱人走路漫步也是浪漫选择，不妨趁着七夕前夕尽快规划，赶紧带着另外一半前往台十八公路，一同感受所有关于爱的美好艺术。记者马玉文、赖声红嘉义报道。